人道就好的奢华露营，小珍直呼好想去。这是拖车，这边有个屋顶，怕下雨有没有？还有桌子、床啊、浴室啊，一应俱全。早餐它已经有专人帮你做好，就起来从车子下来，早餐就摆在那边吃了。回去冲绳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 glamping 的地方超棒的，日币10000多块，便宜哦。洗澡的地方厉害的是，它是用块木做的，我想去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